NCT 成员们在美国受到师生骚扰，近日有师生犯在推特上晒出闯入 NCT 成员饭店内部的影片，甚至在推特上表明自己握有成员住房的房卡，超夸张的师生行为让人不寒而栗，也让 NCT 粉丝十分担忧，纷纷要求 SM 要加强保护艺人。而 NCT 成员们在海外被师生骚扰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在团体录制 Vlog 影片中也能看到师生尾随成员们出游的片段，而且只要 NCT 到美国，这些特定的师生账号都会上传他们的私人行程，这次甚至拿到房卡，让人不得不怀疑饭店人员或是当地工作人员都助长了私生侵犯艺人的隐私。网友粉丝们看过私生的推特内容后，纷纷指责这些私生是犯罪， SM 应该要报警处理才行。